谁接你的？是，你好，你好，师傅。谁接到的？快点！我们从这边下去，从这边下去。下去，快点，让开！不要！你快点呀！只有坐着人在玩那么多吧。 南新狱景天帅气现身机场，大批粉丝到场接机，但机场通道被挤得水泄不通，警察现身维护秩序，此举惹粉丝不满。下去，快点，让开！不要！ 警察用手推于景天的背，大吼要他快点离开，并将他拉到电梯口。在场粉丝大叫不要推他，认为警察动手不对，双方爆发冲突。大家给他电梯到我，让我们顺利下去，好吧？我们就不要一起上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20岁于景天参加南韩和大陆的选秀节目，人气红不浪。4号现身虹桥机场被粉丝包围，警察上前关心，却和粉丝爆发口角。 拜拜！别往电梯里面进了，完事算了，赶紧关掉。拜拜！赶紧关掉，影响秩序，不知道吗？警察想维护机场秩序，但粉丝不满于景天被推，网络上掀起正反论战。延烧多日后，大陆官媒也发声，说粉丝真是护主心切，太不明是非了。警察维护秩序是履职尽责，无论于景天还是粉丝，都应全力配合。对警察不尊重，还叫嚷别推他，何其荒唐！说追星无可厚非，但必须守规则，危及公共秩序，这种行为应受到谴责。 于景天对此出面道歉，说自己很自责、愧疚，给现场警察、工作人员和旅客大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事后，团队和执法人员进行了沟通，之后会安全的出行方式，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。粉丝追星情有可原，但还是要懂得拿捏尺度。TVBS新闻张文、张启云台北报道。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